跟随着电影的足迹，世界电影之旅走过了100多个国家。从影像世界到现实生活，我们感受和探寻着这个世界的多样文化、多种文明。这次我们的目的地是巴尔干的西南角，2006年刚刚独立的国家黑山共和国。虽然说黑山是欧洲最年轻的国家，但是古老文明在这片土地上交错留下的岁月痕迹却并不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少。从威尼斯共和国时期的城市遗留，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再到奥匈帝国，黑山的众多古城在地中海灿烂的阳光中散发着历经岁月而淡然的光彩。黑山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西南部，它的西侧就是地中海，而东侧呢就是蔓延着的山地。在勒夫琴山顶上，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不远处的意大利。黑山的北部是克罗地亚，这两个国家拥有着南斯拉夫6个国家当中最长的海岸线。黑山也是一个多山的国家，远远望去，群山近于黑色，蔓延起伏，就像是另一片石头之海。因为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它长期接受着东方和西方文明的浸染，自然和人文景观丰富而集中，再加上离欧洲国家几乎都是几个小时的飞行距离，这里也成了众多欧洲电影拍摄的后花园。黑山的西侧是地中海，这里有着地中海沿岸国家当中最崎岖蜿蜒的这个海岸线，所以有很多电影人都会在这里拍摄电影，比如说有一部德国电影叫 Move On 出发。影片出发中，男主人公一直在路上，而他秘密任务的重要一站就是黑山的海边城市采蒂涅。主人公从海路登岸，他坐着渡轮进到了科托尔峡湾，点燃的烟，平静的海，只是他另一场追逐的前奏。电影《出发》可以说是一部欧洲类型的公路电影，他从荷兰出发，跨过8个欧洲的国家，在每一个国家都有让人紧张的秘密任务。Montenegro is a country with a lot of death locations for film, and I also watched that movie Move On. It's so impressive, and when I watched that part where is they filmed the zigzag road and seashore, it was for me breathtaking and also with tension.沿着崎岖的海边山路一路追逐，男女主人公进入了采蒂涅的城区，而在街头我们也目睹了另一场有趣的追逐。和影片中紧张的情绪截然相反，日常的采蒂涅充满着悠闲的生活气息。这边的人在星期二的时候，咖啡馆就有很多人，很热闹，所以他们的生活有一半的时间可能是在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黑山人一直把采蒂涅当成是自己的精神首都，历史上所有与国家存亡和权力交接的决策制定，
几乎都发生在这里。巴尔干半岛的第一本书在这里印刷，这里也是充满文化气质的博物馆之城。这里是黑山的总统府，从15世纪到1946年，采蒂涅都是黑山的这个老首都。伊万·德约洛维奇是黑山最富经验的制片人之一，他参与了众多国际摄制组在黑山的拍摄，提供从选景到摄制的全方位支持。And here it's so reachable. Italy is just so close, 1 hour's flight, right? And France or Austria or Hungary or Germany, it's very close to Europe countries. They chose Montenegro because it's easy life.Because it's a lot of locations. When I arrived, I said, oh, I've seen that building because it appears in many films. So people like sitting in a cafe, probably exactly here where we are. Location and then see the background of that building. I've done a lot of thinking the past 3 months. And I'v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you don't want out. You think you do, but you don't.Hey, come here. I want to show you something. I'm quit, Steven. Where are we going? New Jersey. So about the golden job, you were involved in this production, yes. too. Yes. Mm. So we provide production service. They contact because we have really nice roads. Roads, yes, near the sea. With a lot of curves. Zigzag. Yes. So if you have the aerial shooting, it would yes. be very...Dramatic. 影片中五个出生入死的兄弟为了救济非洲儿童而窃取特效药，却引发出了一场黄金大劫案。为了窃取能够救治儿童的特效药，几位兄弟惨遭设局，陷入了枪林弹雨之中。而影片当中这场深入虎穴的戏，就是在我身后的这个黑山的圣斯特凡岛拍摄的。你们两个走水路可以突围，阿彪的大本营就在这个岛上其中一座建筑物里面，要找出它的位置。老叔，靠你了。这部影片在黑山拍摄挑战非常大，因为枪战场面都是实枪实弹的拍摄，从道具到国际演员的选择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当地从零开始筹备的。 And to be honest, I never believed that they will make this all that for 10 days and clean up for 3-4 days. Not but easy. Yes, it's not easy, but they works really asArmy, not as normal filmmakers. Two ways of doing things, two cinematographies match each other. They are working really fast, really hard. They suddenly have inspiration and idea to do something. We plan more in Europe and we spend more time on prepping. Yes. But we shot everything as much as I saw. It looks really good.圣斯特凡岛的拍摄许可同样也非常不容易。这是黑山共和国的一座小众岛屿，保留着完整的中世纪古建筑，整个岛被改造成了安曼酒店岛，进出管理严格，最大程度地保护着个人的隐私，因而也吸引了众多国际名流以及电影人来这里度假休闲，甚至举行婚礼。在很多电影里，我们都能看到黑山古城的影子。而在黑山的古城，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国家在拍摄完电影之后留在这里的电影道具。
比如这口大钟，和布德瓦中世纪的城墙混搭出了另外一种效果。布德瓦古城有2500年的历史，它是亚得里亚海旁边最早有人类居住的古城之一。但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建筑和他们的装饰风格，都是从公元7到18世纪威尼斯共和国留下来的遗存。哇哦，这个布达瓦古城直接连着的就是海滩。每到夏天，这些古城都吸引着众多的游客，或是在海边发发呆，或是在蜿蜒的小巷里感受时空穿越，或者和狗踢一场足球。等一下，等一下。Good boy， 太棒了！你看你咬住了。哎呦，还扔给我呀？好吧，来。黑山的海滋养着这里的生活和文化，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如何防御海上来的外敌，却是这些城堡要塞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马穆拉岛就是这样一个因历史而出名的小岛。这个马穆拉岛是在克罗地亚和黑山边境的不远处，它是1853年的时候奥匈帝国时代建立的一座城堡。电影《马穆拉》讲述的就是在这里发生的故事。二战意大利投降之后，在马穆拉监狱里的囚犯处境日益严峻，德国纳粹强迫他们拆除岛屿四周遍布的水雷，虽然冒着生命的危险，但也给了这些囚犯们逃离魔岛的一线生机。历经种种磨难，逃离马穆拉的几位战俘游到岸边，精疲力尽。他们远远地回望马穆拉岛，生死就相隔在这个能眺望的距离。几百年来，马穆拉岛的结构几乎保持着原貌。几年前，当地政府开始对它进行开发再利用，在尽量保持建筑原貌的同时进行修缮。因为很多施工正在进行中，我们只能驾着船围着它遥遥相望。在黑山的政府把马穆拉岛变成一个旅游度假村之前，这个岛上是荒草丛生，没有人居住的。有一位塞尔维亚的电影导演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把这里变成了一部恐怖片的外景地。He's hunting us. I just know that we're lost and we need to find the others. I told you not to come here. It's just that storm.有人说黑山是西方的最东部，也有人说黑山是东方的最西部。在东西之间，黑山是个多文化融合的中间地带。居民由占多数的东正教徒以及天主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组成。From China TV. Yeah, nice. 我们看到挂了一个犹太以色列的国旗，哎，一问他们原来是犹太人。但是因为黑山这个地方，它传统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比如说犹太教啊，还当然还有基督教、东正教啊，所以这边人的肤色、长相都是一个大融合。How do you like Montenegro? You're born here, right? Yeah, I'm born here. Well, I'm so happy because I live here. Yeah. So I like Montenegro and I plan to stay here for the end of my life. Oh.
这对母女和黑山斯库台湖的不少本地人一样，从事着湖区的旅游推广。斯库台湖是地中海盆地，也是整个巴尔干地区最大的淡水湖。这里生活着280多种鸟类，每年都吸引着很多欧洲人来这里观鸟。而我们来这里的一大目的，只想见一见在这里生活着的一种大鸟。48 chevaux. Tu écris ? Ah oui. La pompe à injection est cassée. Tu m'écoutes ? Oui, oui. Merci de me dire si vous en avez en stock. Oh. Oh.地中海边的这个小岛上，一个男孩用刚刚去世母亲的十字架换下了一只小鹈鹕，瞒着他的父亲偷偷的喂养。没想到这只小黑鸟越长越白，越长越大，他和小男孩的感情也日渐深厚。等长成了一只成年大鸟时，他已经成了小镇上的明星。Nicostratos ne ménageait pas sa peine. C'était bon pour les affaires. 影片中，这个男孩不善言表的父亲的扮演者，正是邻国塞尔维亚的电影大师库斯图里卡。因为失去亲人的伤痛，这只鹈鹕也成了父子俩的心结。啥？c'est quoi？ c'est quoi ça？ 啊？ c'est quoi？在这个库斯图里卡演的电影《鹈鹕和我》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大型的水上的鸟类动物和人之间特别温情的互动。在这个 Skada Lake 里面，大概有500只类似的这样的大的鹈鹕，啊，但是它们只是在早上才出现，因为它们是完全被保护起来的鸟类，生活在这个沼泽和水域的深处。哇哦，你看这个光，金黄色的光透过这个河面的睡莲，简直就像莫奈的画。斯库台湖以绿色旅游为理念，尽最大可能让鸟类以最原生态的方式生存。在电影里，鹈鹕的故事以一种让人浮想联翩的拟人方式呈现，尽管在湖面飘荡多时，依然看不见摸不着鹈鹕的一星半影，但是心里却依然为他们能有一个不受打扰的生存环境而感到高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海洋还是山地，电影里还是电影外，和谐而不同正是黑山所呈现出来的魅力所在。包容的文化才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因为万物一体，它超越了你我的分别。